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为了表示我们都有在关心时事，所以这次日本一换上新年号，就来蹭一下热度。日和的三个代表色刚好非常适合作为美甲造型的搭配。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，就把影片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，把需要打底的部分涂上底色。第一指的造型需要用到金属框，记得把框框压出弧度备用。粘完框框后，拿出干燥花，挑选自己喜欢的花款，是你的需要裁剪花朵尺寸，再一一拼贴在框框的周围。接着在框框内部写上日和的字样，这纸就完成咯。三个代表色分别为梅、锦、樱，简单说就是深粉色、紫色和淡粉色。如果同学们手边没有刚好一样的颜色，就找个最相近的颜色慢慢调，不要落差太大就好。然后依照代表色把花款画在同一指甲面上，因为颜色很浅，只是隐隐约约的，所以不需要画得多细腻，远看 OK 就好啦。就算你画得再丑，来点银箔修饰一下还是有救。大家记住了，金银箔是备急千金药方好吗？觉得自己技术母汤时就可以出动了哟。最后的造型来个简单点的收尾，用相同的三个颜色画个拼接色块即可，那么所有的造型就都完成咯。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日本的年号，所以设计的风格不希望太洋气。我没有贴任何钻饰，靠着干燥花缤纷的样式就能撑得起整体气势。我自己觉得做完的效果有那么一滴滴像和服的感觉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同呢？那么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或是到我的粉丝专页按赞追踪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